好啦，那我们要怎么出去嘞？还是箱子哎、欸，教室，有箱子吗？哎、欸，这是一个大这是一 Ender 啦个，Enderman 安的德脸呢、欸，两个。陀螺。OK，我们要怎么出去？一开始就卡关教了，室，我们从教要怎么教逃离室里的教室？钥匙，在哪里？箱等一子下后面手的上。漏斗里。箱子后面有漏斗，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好深啊！太箱神子啦、啊！是开门喽！哪里？这里啊？哪里？OK，开门。哦，那个好吵啊，压力板。哇塞，教室怎么长这样？老师办公哇，室那让我上想到那个游戏耶。那上面在飘的是什么东西老啊？师休息室这里。这个就是那个、啊、打那个终结龙那个啊。这里这真里，假的？老师休息室。终于逃出来了。哇，有东西成啊！就掉落的碎片啊。我捡到巧克力啦！哪里？你又乱跑。我捡到一个狗屎吗？你去哪里了？啊，里面，它里面。哦，蹭画。你说这个画里面、啊？对啊。酷。终于可以蹭画了。哇！他说要，他说要投入马桶。投入马桶。对。你要一个什么碎片的？他说该投入。在这后面。哎、欸，这什么、啊？我拿到钥匙了。掉落的碎片，成就的。DJ 音乐教室的钥匙。好乱哦。走喽，DJ 音乐教室。哎、欸，马桶里面有还有东西吗？没了吧。DJ 音乐教室，来吧。哪里？你干嘛？记住他。我拿石打他。你不要拿你自己打我，霸气。哎、欸，你挡到了。来看看。趁画。黄金桌。哎、欸，有东西，又有趁，又有画。耶、我拿到了。凋零之心。什么？画里面有什么？哎、欸，我拿到老师办公室的钥匙了。拿到掉落的碎片，什么是掉落的碎片？成就，成就，我们一起收集。DJ 老师的位置跟学生位置太近了吧？DJ 的吉他。有东西吗？没了，走吧。走吧。拿到什么？老师办公室啊？对，老师办公室。嗯哦。Go go。正画有没有画？没有。哎、欸，有头，要修。有头哎、欸，看到箱子了，掉落碎片。老师吃过的棒棒糖跟厕所钥匙、哎，跟老师吃过的棒棒棒糖哎、欸、啊！哎、欸，谁把我们关起来了？嗯，被头哇，厕所钥匙，靠！女生厕所有没有画可以蹭？这是男厕，右边是女厕。没在玩玩的。拿到女厕钥匙了，啊，阿力，你在按哪个？女厕进不去吗？哎，女厕不是进得来吗？女厕进得来，为什么会有女厕钥匙？这是什么？NULL，他写错了，体育器材是钥匙哈？耶，上面有箱子。为什么会有女厕钥匙？可是女厕又进得来？还是搞错什么？嗯，他应该多送我们一只钥匙哎、欸，不错不错。他瓦地了，买一送一。体育器材是操场跟体育器材是不一样吧？其实也就是。哎呦，哎呀，啊，蹭话，哥哥，有杆杆呢。棒球、棒子、篮球、排球、躲避球，这个该按下去吗？什么东西？这里有一个哎、欸，哪里？绿色羊毛上面有一个拉杆。绿色羊毛在哪里？哦、oh, ，你在看我扁你？拉，你干嘛扁他、啊？哎、欸，好像没有反应哎、欸。我 crash 了。了你扁他一下，菜渣断线了。我 crash 了。啊！为什么你为什么乱扁他、欸？我拿到操场钥匙了。放我出去。等菜渣回来，等菜渣回来。等他回来。我回来了。快把钥匙从这个地方丢过来。快再出去。快开门。快出来！我帮你们出来打他，打他！我钥匙，钥匙什么的？没有，你打 DJ 主播了啦。操场，欸、快跳进去！你快跳进去！怎么只有一些人？哎哎、欸欸，村民跑出来了！有村民跑出来了，他们是在这边玩的，不用管他们。我怎么打他？把扁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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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里跳！往里跳！跳跳跳！我找到箱子了，我找到箱子了。哇靠，他是八七啊！哪里有箱子？这里面，这里面，这里面有个箱子。等一下，我身上的屎不见了啦！
哦不，我们的成就。大便不见了。大便不见了。巧克力不见了。是成就吧？哎，我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哎。你拿到，可是你拿到什么？后门钥匙。后门在这里。哎，你们。后门是这个吗？奇怪的地方哎，你们帮我捅回去。这是后门吗？应该是吧，不然你放放看。我看到屎，我找到屎，我找到屎。哎呦，又回来了。你找到屎了？嗯，我飞下去了。找到瓦力，快回来，我们要进去了。我们要进后门。这是放这个后门哦。千里寻屎。对，后门。屎超难找哎。哇！哦，好挤。这是什么？要出来了吗？斑马线吧，应该是红绿灯。感觉是斑马线哎。冰封和 DJ 的家。有没有话可以蹭？写什么？与妈妈的对话。白小飞真是累啊！你可以帮妈妈去这边买烤鸡。烤鸡。我刚去商店机已经关了，没关系，我们有家有备用钥匙。什么？给你，还你。我的 main 五。main 板这边的板子怎么回事？全部都是 NULL 哎、欸。哇 ，NULL 到底什么鬼啊？商店街钥匙，我找到商店街钥匙，商店街的钥匙怎么会在我们家、啊？上面还有哎、欸。底下有啥？底下有东西？有东西吗？好像只是洞而已吧。钢琴不像钢琴啊，还有楼上还有楼上，走了。哇塞！啊，太多那个了。黑子的床 ，DJ 的床啊，很多乘凉哦、欸。是我哎、欸，什么你啊？有只狗狗。啥？不要啦！为什么？黑子为什么会有黑子？为什么我开不了箱子？为什么这个箱子我不能开？因为上面，哎、欸，他生气了，他生气了，他咬人了。谁啊？为什么惹我的同伴生气？为什么我不能开箱子？为什么不能开箱子？我们这边才，这边是重生点啊。我也不能开箱子哎、欸。不会吧？不是吧？啊、是吗？这是重生点吧？这是让我们重生的地方。这边才是重生点啊！他们在很，你说开始的地方？对，这边才是开始的地方。不是啦，不是不可能。可是我刚有进地图里面去看第一开始出现的地方过。没有，这就是。算是那种游戏刚登录不能破坏那个地方啊，有印象吗？你为什么要杀他？什么意思？哎、欸，瓦力进去哦，那你再也出不来、欸。我怎么把杀？为什么你出不来？这里啊，羊毛，羊毛可以拆，竟然，可恶！快打掉！好坏哦、欸！这里有漏斗啦，这里八七。你们两个就是关在这边一辈子吧，拜拜。喂，走喽！哎、欸，不是，你们应该把只狼化成狼耳，然后放我出去啊！我咬死你！咬死他！快点，我帮你咬死他！啊！你休想出来！我不会让你出来的！快点！救命！往外扁！霸凌哦，狐狸！狐狸！狐狸啦！他羊毛已经就放回去了，为什么没人要踩？哇塞！哎呀！哎、欸，你把他打出来了！干嘛丢他？你把他打出来了，我不能放啊！我不能放啊！丢给我，你快丢给我！进去吧，还 chocolate。哎、欸，你拿出来、欸！他把羊毛丢给我们，可以走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在干嘛？为什么你们都要进去？你们在干嘛？你们是八七吗？他是打我进去啊，白痴鬼鬼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是栅栏门啊！哎、欸，把它拆掉了，哎、欸，把它关起来，好快啊！通知好快啊！栅栏门呢、啊？那这里明明就有栅栏门。你们那个栅栏门、欸？那是门哎、欸，就栅栏门啊！问号。啊，八七啊、哦！你们来要玩啊！一群八七哦，走喽。嗯，商店街吗？现在？哈，有人感冒，超吵，早点休息。商店街钥匙。耶、yeah ，有些东西我都不能看。哇、哦，好大的商店街啊、哦！因为你啊，当然你是八七，没有服饰店钥匙就往到八力翻新啊，往到雕像附近打我干嘛？白痴哦！你们在干嘛？我们要去雕像附近检查了。当然你根本不能按啊！哥，雕像在哪里啊？雕像是前面那个吗？前面那个啊！麦香系列第二件五折，都是饼干。我去雕像那边看看啊。回来了，哎、欸，好多吃的，放我进去。请先破完前面的关卡，找到通关钥匙再过来。啊？难得，那你？哎、欸，学校就在二楼哎、欸。什么学校的二楼？二楼。学校在楼上啊。对吧？你看安德。真的、欸。所以要来这边喽。
迈向系列第二卷折。不是，这也是我刚把玻璃打破快出来。请投入300元，投入才能取出。这里不能进来、啊。要怎么投入300元？这里不能进来啊！大家300块在这里。300块哪里？这里。我在你后面。好、啊，哪里、欸？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Hello。哦。哪里？在箱子里。哎、欸，我放回去自己拿。箱子在下面。很多不要丢鸡蛋呐、啊！为什么会有鸡？你不要破坏地图、欸！你在干什么？揍他！揍他！充300元。揍他！什么吗？然后呢？会怎样？然后呢？哎、欸，我拿到东西了。嗯，苹果汁，苹果汁，吃。你也有啊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我刚刚丢死？然后什么事可以发生？当然啊！哎、欸，给你啊，苹果。苹果汁是隔壁掉的吧？他这边拿、欸。白痴哦、喔，这谁打掉的啦？锄头。我身上还有烤鸡耶、欸。不是我。锄头就是你。锄头。这间到底有什么？不是你这个，你这样，你们知道这个原本门是连一两个玻璃片吗？嗯，啊，你就爱乱跑啊、哦！对啊，你就破坏地图啊，巴西！所以没有，就这样了。哎、欸，要得到东西啊？有人身上有吗？不是，这个地方本来就不能进去啊。怎么可能不能进来？它里面有机关呢、欸。可是它好像这个叫做有啊，有启动机关，可是好像没拿到东西。这个叫做自动门，你知道吗？啊！我用给你看。嗯，这个叫自动门哦。外面有发射器耶，所以我们拿到了什么、啊？我们拿到钥匙吗？没有，等一下我们要前面的钥匙还没拿到。前面的钥匙還没拿到、就是。嗯，因为应该要这像这个东西可以拉，因为刚有个白痴把玻璃打破。喂，他原本应该是这样子，要这样子的。阿瓦利把他。哦给他偷跑，好酷哦！所以我们还没有拿到杆杆之类的。对，所以还要再往前呢、啊。哎、欸，可是我刚刚拿到商店街钥匙，所以要去雕像附近找啊。所以那个不是雕像，雕像是哪一个、啊嗯？这边也太高了吧！我觉得雕像是最前面那一个，可是我刚去的时候，他又说这边不用破。对啊，他所以我拿到的烤鸡是，可是烤鸡是画上面的啊，拿到烤鸡可以干嘛？哎、欸，对，烤鸡要给妈妈。哦，拿件烤鸡要给妈妈。交易吗？交易吗？交易吗？我回去给妈妈看看。喂，妈妈被杀了吧？真的假的？没有吧？你们该不会杀了妈妈？天哪！杀了妈妈，妈妈，妈妈就卡关了。还有妈妈，然后就要再重新叫一个媽媽。没有，妈妈是拿书换绿宝石。哦，请投入烤鸡。要是没有请求，啊，要投入烤鸡耶！啊，万一没投进去，不就糟了？欸这里明明就有炸门，被吸走了。有门啊！在想什么？这边有门啊！我投进去了，然后嘞？哎呦，我身上有一个放雕像钱，放雕像钱走。雕像在这里雕，哎，雕像嘞？哎，等，这里雕像在这里。啊！哪里？这里。哎呦，这雕像啊，长得不太像。会加速哎！哦，好快！这里。放在那个白牌上面吧，这里吗？这个，对啊，才，哦，我觉得我们乖乖的哦，我们服饰店没有进去，对，最后看结束了耶，最后看哦，这有本书，老师吃过的棒棒，啊，我回来了，好玩，普通烂爆，吉他在我手上。最后看哦，吉他碎片，很感谢第一次一起做地图，我们第一次一起做，他是一群人一起做的，做的不好，你两个人都有啊，有人已经等不及开始在放了，太快啦，而且要炸应该是炸上面吧、欸，他怎么没有给我们放成就的地方？这样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有什么，而且碎片也太多个了吧，我身上有六个碎片啊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哎，六个刚好七，哎，不对，七八九十十一十二。太多了吧，这边有碎片给你，这里給你不用啦，这里有哎，菜刀我这个给你，不知道他根本没有地方放啊，所以不用给我啦。啊，你有什么把菜刀给你？啊？我有狗屎！我不要、啊，你滚！你说 high chocolate 吗？哦，人身攻击！哎、欸，我们那个什么在很高的地方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是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好多猪哦！我需要我男朋友。你攻杀？攻杀啦！我需要
线。我突然讲不出来，等一下，那是什么 ？ENT 啊、哦！我需要 Game Mode 三，哎 ，Game Mode 三 ，Game Mode 三什么？你会不会切啊？不是裁判模式，公司吧。Game Mode 三是观察者、欸，这个版本有没有？没有啊，1.8才有。我没有权限使用此指令，谁打我？瓦力，你不要再打我了！你干嘛放岩浆？我死了！哇塞，这谁心脏那么大，放 TNT 在红石旁边？在哪里？哎，牛总逃离出头的追杀，掉入岩浆。他又当掉了，他又当掉了。他哭了。有人放，一直放岩浆啊，岩浆流动哎、欸。我感觉到了很累格了。哎、欸，把岩浆收起来。那个小王八蛋啊！瓦力。再把岩浆填起来，等等。哎、欸，你不要用 TNT 放，等一下 TNT 着火，你就知道。小乌龟蛋下。哎、欸、，TNT 着火了，你。完了，完了。下面、欸、我把它打掉了。OK，OK。TNT 可以打掉？不行吧？刚才爆掉之后把它、欸。不行，羊毛收起来了，完蛋了。要不收起来了，你赶快打掉啦！打掉，你不要叫啊！打掉啊！不是我在打掉，不是啊，我没办法啦，我没办法，太高了。好了，刚刚你是还没有全貌啊？哎、欸，我现在才发现。啊啊啊！我什么时候变 Game Mode 上？Game Mode 几啊？八十八七四啦。几啊？忘了。好了。哎、欸，完了，要爆了。爆了！楼上有红石砖，快打掉，快打掉！啊，红高，太惊了！那个，有人刚现在又要断了。没有，爆一半，还有好几半。继续放。哎、欸，这是基石，对不对？基石，基岩啊，八七，八七啊！哎、欸，要爆了！放炮哦！啊，我看到村民在挣扎。下面也爆了。好啦，结束啦。好多乌贼。哦，好累啊、哦。乌贼哪里？在水里。乌贼自杀了。有点想休息哦，今天好累啊。可以啊。可以啊。不然可以来打天凤啊。不然可以来打勾啊。不然可以来打地啊。不然可以来打。踢足球啊。打地啊。打天凤，打爆、哦！我们要比赛了，要。哇塞！瓦力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歪走。啊！乌贼真的好多、哦。我没有说话啊。哎、欸、天哪，这个在水平面下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样也会生乌贼哦。对，我跟你讲，因为这个，我现在站的这个坐标是乌贼。哪里啊？你在哪里？这个，你 TP 我。好 ，TP 你。可是我们人在这边，它就不会生啊，太远。对，我跟你讲，好，你距离远一点。因为我们站的这个平面是大海的平面，所以这个以下会生乌贼。有、欸、我看到了乌贼，对啊，有没有？还掉到地上。我就是那时候想玩空岛的时候，可以做一个乌贼生怪塔。哎、欸，他们乌贼掉下来就会直接死掉哎、欸，因为他们只有死滴血。太高吗？嗯，又摔下来了，超可怜、啊。哇，没关系，我来救你了。你看上面。看上面会一直这样升，会一直有乌贼掉下来。对，乌贼升怪塔，这样超好用的。哎、欸，好猛哦、喔！我都不知道，我以为水流没办法升哎、欸。可以，那时候是因为乌贼会跳那个啦，啊、關台有水的地方